間間都是葡國餐，點解食呢間？呢間唔同㗎，你睇下啲醬行，多到你唔信啊！咁好貴？200多元有交易㗎啦，你俾得起嘅。啊！又買一餐啊！嚟到葡國餐廳燒乳豬就一定要嗌啦！頭先阿廚話咧，呢個乳豬係用3至5 kg 嘅豬嚟燒嘅，咁你睇下肉嫩就不再話下啦，你聽下個皮幾脆，真係好脆喎！不過食葡國餐仲要食埋海鮮先啱嘅，你睇下呢個海鮮大集會啦，入邊咧就有帶子啦，有鉛啦，有青口，有蝦，有蟹添，只蟹仲要爆高噶！哇！我係咪好大熱先？我買你啦，食先。